know we've seen better days. Life is just a game we play. You hold tight to the world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is letting go. Follow me to the sunshine. Come and see what it feels like. Higher, higher than we climb. I know somewhere that you and I.对象一路看他这样走来，遇到伟晴就是没有以前那个幼稚的李佳瑞，该长大了，我们都一样。我们不说太多，喝就对了。我怎么觉得是他只很想喝啊？以前一起做实验嘛，就很辛苦啦。然后妈妈你怎么了？然后佳瑞啊，对伟晴求婚的时候其实还蛮不靠谱的，好好对他，祝福你们长长久久。海洋味的，哎，一口就好了，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谁比较生活白痴？来，开始做选择。我跟新娘啊是大学参加社团的时候认识，那时候认识她应该才16岁，对，然后她现在要结婚了。我们那时候啊一起课后练习，还有一起招生，一起自强活动。我很幸运的是可以遇到一群很贴心的学弟妹，新娘子就是其中一个啊。我跟新娘最大的共同处就是喜欢看五月天，还有最喜欢说别人坏话。戴眼镜的人，戴眼镜的人，出发，出发，赶快去找戴眼镜的人坐椅子上，前面的椅子，赶快坐。我们社团最大的宗旨就是不容许任何人欺负我们社团的人。我们有一个跆拳社，我们隔壁还有一个柔道社。对对对对，我希望你可以好好保护我们家的学妹，谢谢。国中时期，我们给彼此一个特别的绰号，叫迪尔和达林。美好的国中回忆就是在传纸条中度过的，还有吃着伟晴无时无刻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加倍加棒棒糖，你们都有吃过吧？有吧？你们吃最多吧？缘分很奇妙，我们是最不合的星座，但却最合得来。读书的时候我们聊志向，上了大学我们聊对抗渣男的108招，出社会后聊聊人生百态。那我由衷感谢上天让我遇见如此善良真诚的你，接下来日子里我也会追随在你的屁股后面，当那个超爱你的学妹，要一起幸福哦。我是伟晴的五专同学，也是好闺蜜。接到主持人的任务之后，我觉得你是在搞我。对。然后五专的时候，我们几乎天天黏在一起，一起玩社团，一起抱怨，说走就走的宵夜场。
半夜从海边看夜景，喝酒聊天。你还记得有一次你消失在东门圆环吗？我们都在。五专的生活我们也不是一直玩，叔叔阿姨阿晴也有在读书的，一起上补习班，一起 K 书，后来还一起考上护理师。你对完答案之后还在我旁边边哭边笑，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我们在一起同时很快乐，参与彼此的十年，现在看到你结婚真的很开心。第一天就是明天，我只想问说，可以带我去买咸酥鸡吗？婚后的第一年，我觉得应该跟我们以往一样平凡，却充满生活乐趣。结完婚第一天，我想说的是，终于忙完了，等一下早餐要吃什么？一年，咻一下就过去了，我们还是婚姻界的菜鸟，在未来婚姻的路上。还有许多事在等着我们去学习，一起加油吧，老婆。我觉得十年后的我们应该会住在我们自己的家里，身边可能还会多一个小孩在那里跑，但是现在对我来说这个画面有点难以想象。我相信我们还是会握紧彼此的手一起走下去，回头望去就好像昨天。十年之中有快乐有悲伤，但是我相信这些喜怒哀乐可以让我们持续的成长，让我们一起迈入下一个十年吧。